你好，姑娘们打扰一下，我们刚刚在那儿拍摄，可能背景会拍到你们，还会影响。能不能给我们打个码？我还有个事儿，不情之请啊，我从外地来，能不能教我一句什么淮安话？那我教你一句，你喝一杯啊？也行啊，喝啤酒啊，喝你这个，喝我这个，都行啊，都行啊。讲一句挥拜不？老妈再去拿酒，我先把这个喝完。我先喝啊，喝完你们再说啊。像我这种老男人，你们淮安人一般怎么称呼？像你这样的老男人，我们一般就老卡子。老壳，老壳子，老壳子，普通话怎么说呢？就老壳子，就形容你非常有坚硬的外壳，很坚强，很坚强，很成熟跟坚强啊。淮安老壳子，听他们这个说，我感觉特别有气派，就像我们南京老杆子一样，在淮安叫老壳子。那你们再叫我们一句啊？再喝一杯啊！再叫一句，就你搞味儿呢。哦，这个我听懂了。嗯，我们南京也这个话，就是你挺有味儿的，对吧？形容一个男人很有味道，你搞味儿一点啊！你搞味儿。那我就是有味儿的老壳子。笑笑什么？就是讲淮安话讲得很好，对，你可以用淮安话再讲一遍。那我不会讲淮安话，那其实淮安话跟南京话没什么区别。有味儿的老壳子，那我们就南京话讲有味儿的老杆子，没什么区别。老壳子搞味儿呢。老壳子很有味儿呢。在淮安喝酒，就交朋友一定要注意什么？不喝酒就没朋友，不喝酒就没有朋友，这个也是通用的。好，打扰你们了，讲得这么精彩，就让我们出个镜，到时候我节目想看，大家想看。可以，那你微50。微50？对哦，他就跟我要微信好吗？你这个外套跟里面也好像装束有点啊，对啊，二次元吗？老壳子不懂，老杆子不懂，老壳子懂不懂？那就谢谢了，压力大的一批。你们的社交是什么？你们是通过什么交友软件社交？我们是从小什么家门口玩出来的呀，靠，你不靠交流怎么社交啊？这是香辣的，这个是78钱的吧？这是58的，58蘸了，这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叫苏派淮阳龙虾。这好吃，麻辣的，哇，这吃到我10几20年前吃的那个味道，他已经用的那个什么椒，麻辣甜口，哇，这个到南京炸了的呀。哇，到淮安的盲选哪个店，只要烧这个家常菜烧得好的都好吃。淮安太值得我们玩一玩了。吴承恩、周恩来，我们今天还去了张纯如的纪念馆，哇，吃到这个菜，怪不得淮安的厨师不到南京去，那挣的钱一样，我到底好南京省了个的，哦，最近那个是。又点了菜跟主食啊，哇，吃的心满意足。4个人868，人均200多一点。这个时候吃龙虾吃到过瘾，200多一点不算多了。